20几万哈，20几万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，那个价格是117.8哈，喜欢的点击榜一，私信一下我们，这个价格真的很优惠，很优惠了哈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吉伯利，这个吉伯利好吧？来看一下这个玛莎吉伯利啊，一个2021年6月份的一个 2.0T， 然后呢48V 的一个轻混的一个排量啊，然后呢是一个国六的车。乖乖，这个车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只上牌了5天，只上牌了5天哈，准新车。我可以不是说准新车了，就是新车好不好？你真的太那个啥了。然后呢是一个330匹的一个高功率发动机啊，然后呢配有一个48V 的一个轻混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定速巡航，驾驶模式切换，还有电子排档啊，运动排气。这个价格新车给到你们一个75.8，这个准新车要多少啊？这个准新车，就差不多九十多，这个新车九十多，给你们直接省了二十个 W， 现在只要75.8哈，75.8，可以看一下内饰啊，它也是一辆新车啊，我就是辆新车，不是准新车，就是新车好不好？就是新车，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万的玛莎拉蒂总裁啊，私信榜一真有啊。真有二，哦，点击榜一私信我们哈，乖乖，你真的捡到就赚到，你还居然真有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辆一个英菲尼迪的一个 QX80 啊，一个2017年的3月份的，然后是一个5.6升的一个排量哈，然后。